我想要跟你讲的啦，条摆无落撇的久啦。阿哥，我看咱顺抓了曹峰，赶记者会现场，我大家看清楚，威胁咱的幕后主使者，就是这个阿爸，跟讨客兄的个更上做人。你讲，阿祖，刚走唔敢等，抓起，行，再请你回家。好，行。绑住！行啦！叶总长。行。叶总长，绑住！妈老走了。给我绑住！我。哥，救救我！叶之成，搞呢？我都找到这来，想跟你讲，我想要知影下，我自然有方法会通知影。今麦要带我小弟离开这。我看今日恁一个拢会想要走呢？安怎？有人咧对前对后，你感觉真像个啊？我都唔相信讲你家一个人，你话都讲话这么红声，这么嚣摆啊！要紧？你的意思要跟我定高低哦？你敢看咧我怕啊？在拢同款啊，两只脚两只手，你无可将样个。好。今日我就给你拍好清楚，你赢我放你走，你若输记者会照开，我顺便伫个边仔替你做直播，互你了解记。喂，小心！你敢来输阴天啊？我能够机会已经想过恁输啊，阿老婆，恁兄弟是明明白白趴伫个涂骹，你够在了底下背啊？够专心的，安那无你也袂看好啊！哇，曹凤啊，你总做一件对阮业界有帮助的代志啊，多谢你呢。二哥，那你走了。等下，不准让伊离开。曹静，阿伯即摆是按算讲要讲话无算话啊，我讲话一向算话。俺哥拄啊，帮阿大主大义插手这个结果，这个结果无接受啊。来，调转过来。喂，无你先装笑的，啊，阮二哥都已经拍赢你啊，啊，你要讨赔听。拜托，你莫找时间啦！啊，这说明是轮到你做主哈！该跑走，别再让伊离开！等下，这条线，咱两个才算。